今日10月28日啦，提早放工，因为阿 Wing 起屋叔叔打电话嚟，要倾下，因为佢哋要顶下边嗰层嘅外墙啦，所以要倾下嗰啲窗门啊成咯。啊，咁样搞法唔得喎，咁样。他們在這裡做緊嘢啦，剛才在傾緊樓下嗰個廁所。OK， 又翻去傾啦。